台北市一栋空屋日前是因为年久失修，导致二楼女儿墙突然倒塌，吓坏了附近的民众。那么由于附近有两户居民，事后不敢住，但是只能安置在别的地方，后续也不知道该怎么办。那么对此呢，市府则回应，现在已经联络到屋主，要求对方一个月内要修好。至于在建物本身是没有立即危险。落地声伴随尘土飞扬，旁边盆栽晃一晃，像发生地震。小小一条巷子瞬间堆满水泥和砖块，从天而降之前，原本是二楼阳台的女儿墙。事发隔天，现场清理完毕，恢复通行。不幸中的大幸，无人伤亡，有两户邻居接受安置，第一时间赶着离家，还是有东西得回来拿。暂时只能安置两天了。这样两天后怎么办？还可以回来吗？再说了，不然怎么办呢？会不会担心在塌？住户觉得很难预期。北市府已经派人到场勘查，只是房屋部分构造物掉落，不至于更严重。初步判断，它目前没有立即性的危险。我们会发文请屋主应该立刻做适当的那个改善，限期他一个月内要做适当的处理。阳台倾倒的房子位于重庆北路四段，屋龄五十年。当地居民说，原本的屋主夫妇已经过世，子女继承后十几年来都没住，一直摆着没动，疑似因为周四下午风特别大才撑不住垮掉。记者刘松林无上线台报道。